主席，有请院长。请毛院长。两位好。院长好，各位首长以及议事同仁和媒体朋友大家好。那院长，首先我要请教您哈，有没有听过死亡套餐？没有。没有听过哈，那这是病人在死亡之前要经历的医疗的18般武艺啊。那死亡套餐内容是这样的，就是急救插管电击，然后大家知道心肺复苏术要压胸，要心脏体外按摩，然后再电击之后，人们就会开始闻到焦烧焦的味道，听到肋骨断裂的声音。那所以急救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内部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哈。下一页，好，就是胸骨肋骨断了，然后气胸，然后这个气胸，那外面呢是黑青哈，下面还有全身淤青，全身焦黑哈，然后甚至呢这个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现场哈，急救的现场是这样的，有医生告诉我们这是死亡的味道，这个死亡的味道是如何的，就是血液里面的血腥味，然后口水味，然后粪屎味。综合在一起，我们最亲爱的人的气味变成了这样，所以急救之后的死亡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七孔流血。好，当我们这个按压之后，这急救现场让我们看到出来之后，病人是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们会看到这个，因为你按压，然后这个血从七孔喷出来，然后呢这个肋骨断掉了哈，然后呢这个四肢被绑在这个病床旁边，因为它会挣扎，所以要绑着，然后嘴巴一定要把它绑住塞住，而且还怕气管内管脱落，所以整个嘴巴被捆绑起来，被胶带捆住，然后刚说的那个气味，大小便自然是失禁的哈。所以当所有的家属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都是痛不欲生的，就这医生非常的后悔，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帮病人做什么样的决定。好，那么所以急救之后会是这样的，不是家属的错，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所以田秋瑾委员才会不断的强调说，要让每一个帮别人决定急救的人先看一看急救的实质的内涵以及他最后的影响会是什么。所以这就是医疗的现场。好好，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急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急救目的是什么？当然急救最主要是要把抢救生命嘛。好，没有错，上述刚刚我们看到都是为了抢救生命。那么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已经进入到了末期啊，疾病末期不可逆转的昏迷，或者持续植物人状态，或极重度以上失智，全部是插管状态，或是其他重症的病人，好，就是这一些，如果是健康车祸意外那不算。好，那但是如果是这一些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病人，他们仍然需要没有选择的接受上述刚刚那些死亡套餐吗？院长您认为呢？我想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给生命最后一个阶段的尊重，所以在现在就是也在推动这个安宁的疗法。是，但院长您知道安宁其实上它的适用对象，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末期病人，所以非末期的病人，没有被两个专科医师判定死亡于近期内不可避免的末期病人，没有做到这个判定的病人，全部不适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所以事实是什么？事实下一页就是临床的现场，医生在各种危机的时候问家属说要不要急救，然后几乎每一个家属都说要救，那就经历了上面的刚所看到的。那么我们的法律又刻以医师跟医疗医师跟医疗机构是有救治的义务，就是医疗法60条，医师法21条，要求医师跟医疗机构只要遇有危机病人，就是任何危机病人，你一定要救治他。那刚刚院长提到的，除了末期，就是适用安宁的末期病人可以不急救之外，其他的人一律要抢救到底。如果没有，医生还会触犯有违反刑法之余。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的问题，让所有的人几乎是抢救到底。所以如果是医疗人员刚刚上面那些画面他们都太熟悉了，他们都知道，但是呢法律要求他们救到底，除了末期病人以外。但即使他末期病人在任何危急的时候，他也很难，就在紧急的时候几乎都是被抢救的哈。那家属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决定，所以那医护人员都知道，可是
法律要求他，然后家属要求他，然后病人也搞不清楚状况。所以病人简单说就是病人家属跟 医生全部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况，临床的现况跟法律的现况。所以院长您认为要怎么办？对了，我的观察啊，甚至于即便我们有这个安宁条例啊，在对有些医师来讲相对也陌生了，因为跟他们啊整个职业生涯里面啊，他们这一块如果没有足够的这个了解跟深入的话，他对安宁条例里面所赋予他们的一些啊可以做决定的依据，他们大概也都心生怀疑跟抗拒了啊。我也观察过类似这种现象。好，而且院长我再强调一次，刚刚的像植物人好，他不是安宁适用的对象，昏迷的人也不是，就持续不可逆转昏迷，好，那些都不是安宁条例适用的对象，好，等等，其他重症都不是，好，那所以现在是没有法律能够保护病人的，所以我们才会提出病人自主权利法，就是想要解决上述病人家属医生都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希望有一个机会让人们有一个，让所有的2300万人民有一部以病人作为主体的法律。那病人应该拥有什么权利呢？病人就像我要知情，我要有选择，我要有决定的权利，我也想要諮商，我想要知道说在各种情形之下，各种危急情形是如何，然后各种困难昏迷意识的时候我有什么样的医疗选择，而且我还想要在我意识清醒的时候先做好选择，不要把这些选择留给家属来帮我们做。好，然后呢我还想要指定一个人来帮助我，如果我到了失去意识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可以贯彻我的意志，按照我的决定来帮助我执行我的意愿，然后同时能够让医师能够免责，好，所有帮助病人的医师他不会受到法律的这个救责。好，所以呢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一部法律，能够让病人有选择权，而且病人有自主权，把这个选择还给病人跟医师。任何一个病人想要按照了现在所有的医疗的设备来执行的全部可以，但是如果有人不想要跟机器绑在一起，不想要加工的活着这个赖活的人生，那么他能够好好的善终。好，好，那么我们来看，所以我们怎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法律呢？我以病人自主权利法的拒绝医疗这个项目来说，刚刚我有提到了病人有知情权，为什么知情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到现在为止很多的病人他根本不知道他快要死了，因为我们的法律没有要求让病人一定要知道他的病情，所以很多家属是因为出于爱而不让病人知道他病情，然后最后呢他生命戛然而止，所以家属都非常的后悔。好，所以呢这个我刚是岔题了，但我现在想要再来说一下我们怎么设计这个拒绝医疗权。那好，第一个是要具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就是一个意识清醒的你我。好，然后经过预立医疗照护諮商，这个諮商呢就是要有医疗单位，然后有病人有家属一起做讨论。讨论什么呢？讨论如果我在未来的五种临床条件，也就是刚刚说的那五种临床条件，末期的状态，或者是不可逆转的昏迷，或是持续植物人的状态，或是极重度以上失智，或是其他重症的时候，那么我要来签署一个预立医疗的决定。好，那所以我要先经过这个 ACP， 就是諮商的过程。这个諮商一定要奠基在专业医疗人员的陪伴跟讲解之下，同时也透过这个 ACP 諮商的过程，让家属跟病人一起讨论。事实上这里的病人有两种，一种是未雨绸缪型，就是我们还很健康的时候，那但是我们有一个意识，有风险的意识，知道我们随时可能会有发生不一样的意外，那我可能就会进入到很困难的情境，但是我想要先做好决定。那这时候呢我还不是病人，我只是一个健康的一般人，那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是家属，每一个人也可能会是病人，然后能够事先的来諮商，所以是一个共融的决策过程，不是个人主意识的决定。好，然后呢要签署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好，就是这个 AD， 这个决定它必须要经过
这个 ACP 的单位好来核章，然后还要有公证人，还要有见证人两个好，然后呢还要在健保卡注记，这是程序的要件，然后呢再符合临床条件，就是刚刚上述我所说的五种临床条件发生的时候，所以要有一个人他是具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他经过了专业的諮商，这个諮商包含家人一起讨论，而后做出一个预立的医疗决定，就当我失去意识的时候，我在不能表达的时候，我要如何的决定，在这边先做好了一个法律的文件，那文件有这些程序要件全部好了，那当临床条件最右边这边全部发生的时候，而且被判定的时候，那么我之前所决定的这个医疗决定就能够生效。好，所以这一些是我们希望能够让病人有尊严的自主的来思考自己的生命，以及做最有尊严的决定，能够善终，然后呢让医师也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所以按照我这样说，我请教院长，您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法，对我们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个问题本身专业度很高了啊，那么这个中间就是涉及到一方面是涉及到医，涉及到病啊。当然您这边是从病出发了啊，然后会涉及到医，那中间也有好几个，像您刚刚提到的，有好几个判断点啊，从做决策来有好几个判断点。那像这些我想都会涉及到蛮专业的一些判断啊，所以我想这一部分，我想我要尊重他们这个啊，整个啊这个专业上面的这些，看能不能形成共识。是，其实上述的这些哦，在国外也行之多年哈。那么这些程序哈，那不过我想要表达的是，这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对于社会是多赢的。好，那这个赢在哪里呢？对于病人来说，好，也就是我不断强调的，病人会有知情。好，病人因为我们的法律设计就是要知情，很多病人他不知道他快要死了，所有人都隐瞒他不让他知道，但命是他的，死是他的，身体是他的，但是他没有优先知情的权利。好，所以要病人可以知情，可以选择，可以决定，然后可以事先获得諮商，可以预立医疗决定，可以指定代理人，然后也可以拒绝这些人工的侵入性的医疗措施，让生命能够回归善终，能够自然的善终，然后病人的意愿能够获得法律的保障。如果有这个法，对病人有这个好处，那对于亲属呢有什么好处？就是刚刚说过的，透过了这个预立医疗諮商，让病人让家属能够尊重病人的意愿，让病人有机会表达意愿，而且讨论跟沟通，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要所有的这些讨论要提早，不要到了意外发生之后才在医疗的现场，让所有人都非常的困扰，所以 ACP 的諮商非常的重要。那么另外呢，对于医生来说，是医师获得阻却违法的事由。阻却违法就是一定要有这一部法律，为什么？那我后面再来谈。医生能够有这个法律，让医生来帮助病人执行他的意愿的时候，获得这一部法律100%的保障。好，然后我们的医疗资源可以用在更有益处的地方，然后也让社会更和谐。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设计各式各样方法，越了解病人的意愿，越尊重病人的意愿，那么我们医疗现场压力会越少。好，那么接下来我来问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法可以达到阻却违法的效果？也就是这样的，我刚刚说到的，这是保护医生的部分。好，每一个病人进来到医院，他就进入到这个蓝色的框框，蓝色的框框也就是我刚说的医疗法60条跟医师法21条，可以医疗机构有救治的义务，就是任何危机病人来，你一定要救他。那如果你不救他，那就会违反什么呢？违反刑法第15条跟275条。好，刑法15条就是你对这个人有保护义务，而你不做，那导致于275条的死亡状态。好，那他的义务是刻在，是因为医疗法60条跟医师法21条就告诉他你一定要救，没有例外的。好，那哪里有例外呢？也就是这个圆小的圆圈圈，也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这一部法律，这是依刑法21条，刑法21条就是依法令行为不法。好，所以也就是我们的法律刻以医疗机构跟医师好要救治，一定危急的时候一定要救，如果不救，除非有法律
来保护他，就是刑法二十一条依法令行为。那现在我国有的只有安宁这个部分，就绿色圆圈圈，所以只有末期病人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他能够拒绝这个 CPR 跟以及 CPR 之后的那些措施。好，那我们现在这个病人自主权立法，就是现在这个黄色的圈圈，想要扩大来帮助除了末期病人以外，还有这个不可逆转的不可逆的昏迷，还有持续植物人跟重度以上失智跟其他重症病人，我们就是希望透过法律的方式来帮助医生阻却违法。好，好，那下一页。好，那么所以医生我们现在其实有非常多好医生，他们非常同情病人，所以即使没有这个法哦，那么这些医生如果他们病人不符合末期的判定，而医生就帮他撤除或者不帮他进行急救，让他善终，医生是暴露在灰色违法之余的状态里面。现在有很多好医师是这么做的，我认为对医生的保护是非常不足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法才能够来帮助医生，当他们真正尊重病人的意愿，而且尊重生命的尊严，帮助他们善终的时候，能够获得法律的保障。刚刚的上面那个圆圈圈是在急救的例外，因为医疗法刻以急救的义务。好，是处理刑法跟急救的问题。同时再继续说一个法律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法可以在犯罪三阶段理论的第一阶段就达成构成要件不该当，就意思说我们要一个人有没有犯罪要看他违了哪一条法。好，那当他这个检察官要去看他违了哪一条法的时候，你这一部法律直接打开第七条的法律效果，就是说医疗机构或医师遇到符合本法，就是刚刚那五款临床条件，以及有了刚刚的 ACP 加 AD 哈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又符合临床条件的这个病人，如果符合第十三条的规定，病人可以免的时候免除急救义务，就是医疗机构或医师可以免除急救义务，那么就免除了医师不作为杀人的疑虑。好，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构成要件直接就不该当，这是为了保护医师很重要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呢，本法第七条就会使得符合本法而尊重病人 AD 意愿， AD 就是预先所做下来的医疗决定，那的医生在不施行急救的时候不会违反刑法275条。好，那这就是医生非常在意，其实很多好医生根本不在意，但是也有很多医生很在意，但是我个人认为对医生要有充足的保障才是合理跟公平的。所以呢，医师他们在意的法律的责任要在这个地方确保免除，所以我们设计的这个阻却违法就是从第七条跟第十三条来达成构成要件不该当以及阻却违法的这样的事由。 好，那么上述讲的这一些，这两张 PPT 主要谈的就是回应院长刚提到的，在医疗上有这个判断的专业，然后还有法律的专业。好，医疗的专业跟法律的专业跟病人的意愿。好，那么我来综合的再请教一下院长，听了这么多哈，您会觉得想想看，要推动这样的一个法律啊，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就像刚刚讲，他这个涉及到医病两方，那病的这一方事实上也还会涉及到，像您刚刚这个投影片里面涉及到的，就是说也还会涉及到家属啊，那然后就是说等于说这三方面啊。一方面是病人跟家属，他当然对这样一个安排，他们要有充分的了解，以及这个在做这样决定之后的一些可能性啊，他们要有一些了解。那我认为最大的这个一部分，事实上还是应该在医界本身啊，他就是对于这个草案中第十三条的这种执行啊，那么他们在这个认为操作上的可行性啊等等啊，这些地方可能要形成共识。好，我想啊，这些是我们都持续在沟通跟讨论的过程当中。不过我想跟院长分享的事情啊，是推动这个法有一个很根本的困难，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就是说我们集体社会是非常难去谈死亡这个题目的。我们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推动到现在已经超过15年，有签署的人大概30万人，所以呢其实是很难去推动，已经过了15年，我们2300万人呢，哈，过了15年30万人签署，所以是相当少的。然后呢还有人们在感情上
即使我们认为上述这些人其实情有可悯，就是他们活的状态已经全身褥疮、全身插管，然后呢，这个身体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自然的进食，需要在胃这里打个洞，把所有营养品灌进去胃，或从鼻胃管这样插进去，塞到胃里面一直灌食，就身体都已经没办法自然吃东西，但他还是靠着各式各样的管路活着。但是我们可能理性上会觉得说，对，他这样子应该可以让他善终，但是当我们要做这样的决定，我们要做这个同意的时候，我们在感情上好像还是觉得很难受，还是觉得不舒服，就是感情，我们理智上都会觉得对对对他应该善终，在感情上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学校没有任何一个教育，你学过什么生死学，没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好，然后呢，这个社会有没有机会讨论，没有，家庭有没有机会去讨论，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非常忌讳谈死亡，所以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谈死亡。但是我要用这个面对死亡的恐惧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呢，黄圣坚总院长就不断提到，如果不规划善终是不可能善终的，善终是需要规划，如果你不规划，一定就是像刚刚上述所说的，送到119打进去，就是进入刚刚我们开始看到那些画面。这是第一点困难，就是死亡的议题很困难在谈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第二点是医学教育，就我们现在的医学教育没有教医生死亡其实是生命的一部分，死亡也是医疗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呢，要教医生们告诉他们，这个没有帮助病人好好善终才是医疗的失败。很多医疗你会看见大家说手术成功他变成植物人，手术成功然后他变成一个完全瘫痪的人，手术都是成功，这个手术这个医疗成功，但对病人并不是成功。所以要去关怀，要去听病人的意愿，听家人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尊重这个病人。所以医学教育这个部分，我觉得陈荣基院长刚刚所说的，没有帮助病人善终才是医疗的失败，我觉得要教医学院的学生有这一层的理解，死亡医疗有极限，死亡是必然的，可他们必须要接受，要能够放手尊重。好，那另外是第三点是父权，就是我们集体社会是父权心态非常强烈，好，所以我们是想要保护病人，我们一直要保护病人，所以我们不信任病人，所以病人所要表达的感受意愿都没有办法获得尊重。他想要怎么讲，从你正常人开始变成生病的人，你就失去很多决定权了。你只要生病感冒一下，你大概你可以发现所有的医疗决定，你要吃什么，你要做什么，大概都是旁边人帮你决定。那等到你变成了这个失去意识的时候，完全任人宰割，根本没有决定权。好，所以这个不信任病人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才会出现我刚刚所说的，很多人为了想说，哎呀，爸爸会承受不住，所以不告诉他病情。到爸爸，倒是很多家属后来都跟我分享，他们后悔的不得了，不得了，因为他们对父亲隐瞒病情。他们到父亲过世之后，他们都会发现说，其实他父亲有一些愿望未了，想要回家探亲，想要做什么，其实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隐瞒病情，不让父亲知道。当父亲过世很久，他们永远心里遗憾，没有让父亲完成他们的愿望。你知道黄圣坚院长他们在做的，在帮助病人，他们去病家看的，最后会问说，那阿嬷你有什么愿望，那他们阿嬷会告诉他什么愿望，说我想要穿上妈妈亲手为我缝制的礼服啊，结婚礼服，古时候都要妈妈会做那个婚礼服给女儿，那因为大时代的战乱混乱，就生了小孩，然后 一路走到现在，生命到了末期。而黄圣坚总院长会问他，那你还有什么愿望，他的愿望是穿上那一件礼服，他们整个医疗团队帮这个阿嬷穿上那个礼服。你知道最后家属是真的跪在地上感恩的不得了，没有什么医不医病的对立，没有，就是你尊重病人的愿望，然后全家人尊重感恩，然后帮助他最后善终。好，这样的一种以病人为中心尊重病人，这个是实在是我们整个文化非常需要反省的。另外是伦理的争议，很多人到现在为止，从20年前来谈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就有人说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是这个安乐死法案。在那个时候，现在不会再有人认为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是安乐死吧，它只让末期病人可以拒绝医疗，但它不是安乐死。所以为什么，所以从安乐死到医师协助自杀，这是欧洲先进国家他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没有一个国家还需要讨论病人的拒绝医疗权。所以安乐死是一个积极的作为，导致一个生命的缩短，
医师协助自杀是医师可以开处方，让但是病人自己要有能力服药，所以没有能力服药的他也没有办法。这两个都是一个积极的作为，无论是别人做或你自己做，导致生命的缩短。但是本法不是这个，本法是你透过人工加工 的方式，你要拒绝它，你不要透过人工的方式来延长你的生命，让生命回归自然。好，也就是说我们拒绝加工的缩短生命，也拒绝加工的延长，而愿意跟机器绑在一起生活的人我们全部尊重，因为现在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如果那些不愿意的人，我们要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拒绝这些加工延长生命的措施。好，所以本法是拒绝医疗法。所以刚说的伦理争议的这个，从安乐死到这个医师协助自杀到拒绝医疗权，是完全不同的医疗的伦理的评价跟内涵的，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相提并论的哈。所以我们现在所谈的不是安乐死，是拒绝医疗。拒绝医疗在100年前的美国的大法官就已经都提出来，100年前就提出来了，说这个每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有权利决定他的身体要接受何种的处置。这个人家国外在100年前就开始谈了，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了。好，好，所以呢，现在时间的关系哈，我本来要我现在就来看看这个是全世界法制化。我刚说了100年前，那已经因为他们是这个英美式判例法，所以100年前累积了无数的判例到法制化。美国25年前就完成法制化了，德国、澳洲、香港全部都是有。所以这些拒绝医疗权是基本的人权，世界医学会也已经提出来了，拒绝医疗是病人基本人权，也符合医学的伦理。好，那我想来看一段影片好了哈。我想就是简单的，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哈，太多太多的这个团体病人。我们看的这张照片，你就会知道这一些不适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就现在看到的图片，这一些他们可以靠着各种各种人工的方式，然后让他这样一直活一直活。好，那么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尊重所有人的经验、感受和决定，然后让有需要的人，那么他们能够自主？有选择的机会。好，那院长您的看法如何？是，我想这个委员这个非常详细这个说明哈，我想
中间我听到了两句关键的话，就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缩短是不可以啊，延长事实上也是一个，这就是这个法案的一个议题嘛啊。那当然我认为说像这样的法案啊，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要来推的话，您刚刚提到好几个面向了哈，在我来看大概归纳起来大概两个面向，一个是医疗方面的伦理学，就是 medical 的 ethics 啊，这个大概是需要有些基本的讨论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我们在教育方面这种生命学跟生死学啊，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也要变成啊，我们将来在教育内涵上面这个很重要的题目。那唯有像这两方面哈，都能够有一个基础的话啊，我想不光是您提的这个法案，像前面那个。报院会，本会期本院委员对行政院毛院长提出施政报告之质询，自10月2日起，经过5次院会、10个会议日质询，已在今天询答完毕。谢谢毛院长及各部委首长列席答询。在质询结束前，再请毛院长说几句话。主席，各位委员。